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想来教大家一下虽然是脏话但是没有那么脏很多韩国年轻人真的是非常普遍的在使用的几个脏话首先第一个是존나존나是把非常很特别加入感情的一个词语很像是中文里的真他妈啊존나포啊존나포와존나뻔뻔하네와존나뻔뻔하네아존나짜증나아존나짜증나와존나맛있다와존나맛있다와존나예쁘네와존나예쁘네 존나재밌어 존나재밌어와존나때리고싶게생겼다와존나때리고싶게생겼다第二지랄지랄有胡闹发狂发神经胡说八道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说废话跟英文的 bullshit 差不多我是不是变帅了지랄하네我是不是变帅了지랄하네我是为了你才分手的지랄하지마지랄하지마然后지랄也可以在鄙视对方动作的时候使用虽然不是一对一但是也有你他妈的在做什么的感觉지랄을한다지랄을지랄을한다지랄을嗯，我是不是很可爱我们班的女生好像都喜欢我아지랄하고있네아지랄하고있네我是少林寺出身的过来지랄하고자빠졌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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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환불안해주면어떡하지환불안해줘그럼가서지랄하면돼환불안해줘그럼가서지랄하면돼然后韩国人也常常会在对方做了让你很烦的事情的时候就会使用왜동词고지랄이야왜지랄이야아왜밀고지랄이야아왜밀고지랄이야왜나한테만지랄이야왜나한테만지랄이야왜오바하고지랄이야왜오바하고지랄이야整理一下就是当你认为对方说了废话或者是做了你想要鄙视让你傻眼的动作的时候都可以使用지랄하네지랄하고있네지랄하고자빠졌네而对方做了让你很烦的事情就可以说왜동词고지랄이야 OK 第三닥쳐닥쳐就是闭嘴的意思用法一模一样所以在中文不能使用闭嘴的地方也不能使用닥쳐就像在公共场所你不能说啊请大家暂时闭上嘴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 Thank you 존나재밌지왜구동안하고지랄이야